红色沙丘上飘起了细微但肉眼可见的雪花，焦糖一样的沙漠上就像是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奶泡。欧洲的一道高压导致冷空气南下到北非的撒哈拉沙漠，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的爱因塞弗拉有沙漠之门的称号，海拔1000公尺，周边被阿特拉斯山脉环绕，冷气团一报道，周日一早就开始下雪，罕见的白雪降雪量约40公分。爱因塞弗拉七月平均高温37.6度，习惯火热天气的居民遇上难得一见的下雪奇观，赶紧拍照留念。沙漠上的白雪地只是昙花一现，没多久气温一上升到5.5度，就全都融化了。这是撒哈拉沙漠37年来第四次下雪。撒哈拉沙漠曾经是土壤肥沃、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被称为非洲湿润期。5500年前，湿度突然减少，原因科学家还没有解答。大爱新闻许淑梅编译。